我暂离一下下，我想去买喝的。编辑属性，暂离一下下下下下下。怎么见了？暂离一下哈。忘记想说，怎么不见了啦？暂离一下，完成。对呢，我的记录档还在播呢。阿贝七。这个，先让你们看这个画面。哎呦呦呦呦呦！感谢风间的五十点，还是你们看这个画，看这边好了。好，我暂离一下，你们乖，你们听话哈。麦克风。
回来了，我看一下哦，萧院安安，李玉安安，陈俊彦安安，贝贝安安。等一下，乔治，你叫什么？我忘记了，我记得两个字对不对？不是默默，默默是另外一个。凯欣对不对？我记得你叫凯欣吧。然后，空宇安安，绿茶牛奶安安，谢生良安安。是传说中的科学世界。结果科学世界我整个盖错，你知道吗？这超惨的哎！我不应该用这种有地面的。有地面的生怪生成这样，我真的很难盖一些设施。你看，我这些，我本来这边不是一块田吗？我这边不是一块田，通通被史莱姆压坏了。然后刚刚看这个效率应该还 OK 吧？这个是我到处看说什么，也有看巧克白的啦，就是到处看说新的村民机制啊，然后铁人塔怎么盖。我还没安装完，白头我看一下哦、喔。少双木安安，风间安过了，哦，风间安，张胜安安，林子龙安安，不对，林子龙是不是叫默默？我没记错吧？林子龙是默默，然后乔子是凯欣，捷云安安，繁星帅安安，敢可以改名字吗？烦嘞、欸。林星辰安安，居然是这个时间下午好。因为我想说，干这个时间又不好睡，要做点什么事情就开台了。好，工作加油，捷运。生母安安，还有谁？还有谁？还有谁？经理人安安。好 ，T I O N G 安安，一亮安安，好。那就想说看了巧克白的介绍嘛，然后就看了一下，稍微盖了一下。后来我发现其实真的不用盖这么大、欸、因为他那时候影片里面是盖5×5的。那后来就是因为他不是说用衰落式的赶快就是把铁巨人那个移除到他们视线范围外嘛。可是他说30秒，可是从这边出生到死掉还没30秒，所以这就还 OK。你看，2、3、4、5、6、7、8、9、10，好，顶多14秒嘛。那这个是完成后，这昨天无聊乱盖的啦。那这效率就真的还真的还不错。然后。这些就是因为一定要有一只僵尸去触发的村民嘛，然后就把和平关掉，结果就是真的很惨，满满的都是怪。那这个羊毛就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张地图很爱吃草、欸，就是狂见。那我就换了另外一张地图，这个我就把那个。通通改成，我暂停一下，没关掉。好，我就通通改成虚空。然后这边是一样的方法搬过来，然后我就再换更简易的方式再盖，就这样子。因为巧克白它是用那个嘛，石头放下面让僵尸自己跳，可是有时候跳一跳，跳一跳，他们有时候又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看不到就不会触发那个招铁人的事件，那不招的话，他们就一觉几乎到天亮了。后来灵魂杀是我想到的方法啦，我想说强制让人跳啊，就放灵魂杀加水流，就是狂跳啦，狂跳他们就很紧张。那后来我就试试看了这个，这超简易的欸，我超爱这个的。你看，一样是用灵魂杀，哎呦呦呦呦呦，一样灵魂杀，然后就是因为有时候他往上跳，这个其实不能开啊，因为他就是要，
你有没有看到他的视线？视线就是要挡到又没有挡到之间，所以这个其实可以改半砖了，可是我就懒，等着用这个就好了。那如果用在那个哪里，轻松生存的话，我就可能这个设施是埋在地底，然后我应该轻松生存，赶快去找三只村民回来吧，或至少两只，然后叫哈基把防爆关掉，关掉之后生的时候，我再叫他把它打开这样子，或是自己抓三只啊。那再就是这一个设施盖在那个类似地表的地方，但是就是说那边压制要压好，因为它会生在任何方块外面，比如像我盖在这边，它可能就会生在这里，生在这里就不好弄，所以我应该是用一个玻璃罩住，然后很像就是一个铁工厂运过去，然后死掉这种感觉。看哦，可能会生在这里哦，收起来。因为每30秒会生一个啊。今天感冒不能上学，哎，小心啊！不是听说昨天又听什么国小那个有人那个中奖了，好恐怖哦。然后后来发现，其实这两个后来，哎，这个是先盖的嘛，盖了之后我就想说，欧北来玩一下，玩了之后就发现说完蛋了，完全不升怪，完全不升铁巨人了。我那时候很挫折，我想说不会吧，我是不是没有天分啊，盖什么就什么都完蛋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掉铁率就真的很随机，因为其实在开台前这个原本是超前的，可是开台之后变得说这边又超前十个。那你们盖了这个之后要过一天，因为他至少要好像睡一天吧，我是这样子啦，因为睡了一天之后四个，睡了一天之后他们就，我们应该不是说睡一天，隔半天吧，他们就会乖乖身体捐出来了，就是这个如果我看一下，我就可能这样子吧，这样子一个很像铁工厂的设施，这样子盖起来。因为之后的设施。